首先我恭祝这个第一届这个微电影就开始来参加，这个电影呢现在是越来越重要性，那么尤其加州，我们加州这个电影的这个王国所在地，那么旧金山一向是这个外景最多的地方，那么旧金山State University 加州州立大学过去培养很多很多的电影界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有微电影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今年开始每年举手，不但希望我们大家参与，也希望社区社会以及我们政府帮助大家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我只想先跟大家道一歉，因为那个 Gary Bob 所办的 Beauty Pad 然后把我们发过来了，不叫本身很快的，谢谢的，谢谢陈老板帮我们办一个鼓励年轻的年轻的我们的年轻一代为他的创意他的热忱还有这个理想要鼓励他，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说哈佛代表了哈佛亚太参政联盟，我现在向哈佛会所做一些国内时期年轻的华人奖，各种的参加社会都是美国的政治为大众，谢谢你。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本来咧就我已經喺睇評選電影嗰時咧已經睇到，佢呢個咧就係初時都俾我嘅就係學生評電影，我睇下佢學咩生唔使學嘅，佢已經生咗出嚟，因為佢啲成績非常之好。喺我老實講咧，我喺我評選嗰度咧。一至到十，保一張係 below five， 所以咧佢哋成績係實在非常好。咁咧希望咧佢哋再接再厲，出年咧再俾啲更好嘅俾我哋睇。多謝。好，多謝大家。罗志祥的演唱会门票。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待会儿中奖者呢，稍后请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好，你来宣布一下这个号码是多少？号码是304082 ，304082。第一张是304187。304187。